等一下，他不会是来跟踪我的吧？他跟踪你干嘛？调查我底细，查出我们关系。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那他来酒店干嘛？这酒店谁能来呀？你有身份证就可以来。哦，允许你跟老公搞些有的没的，不允许人家跟老公。 你毛病吧，安心！你才有毛病呢！你才有毛病呢！不是说出差一天吗？这都三天了。那老板不回来，我还能自己提前回来？再说了，妈这不是来了吗？以后咱俩轻松多了。这回你幸福了吧？不用吃泡面了。做个双人份，咱俩都幸福了。他为什么要约你在酒店呢？ 他回去吧，气气怪怪的。心虚什么？好长时间没联系了。那就属于情侣了。你这可别乱说。走吧。 来都来了，走什么呀？